个爱的尾端，吼、哦、啊，迄、那个台江内海的前端，吼、哦，所以咱遮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所以每年拢有百几种的鸟来咱遮，一只迄啊，包括国际的名鸟，迄个黑面琵鹭嘛，拢有300几只、400几只来遮。今年上济有统计到400几只。你有情况介绍？好，你有情况介绍？好，我介绍，听有介绍。对，咱生来保育社的副总干事，啊，黄永峰。啊，咱今日去来遮咧，其实即马拄好上好的位置就是即马科老，科老那是你那是差不多11月份甲3月份来遮咧，有足济黑面琵鹭伫遮。啊，佮有一挂 NO 科，就是迄个里海 NO 啦，啊，洪水鳌、黑水鳌迄类的较珍贵的鸟来伫遮。啊，你即马看到细细只，迄拢是，迄是即、這个咱即个冬候鸟已经，即拢五类已经来报道啊。啊，若佮过差不多一个月尾，伊就渐渐直直坐起啊。你也看，所以一点点迄拢是一只鸟啊。你看水边，啊，即马目前是最可老的时阵。啊，咱遮呢，早期呢，头前只有一个庄叫白鸭头，哦，白鸭头较早是一个村庄，啊，即摆因为这是北江溪，所以尾啊，渐渐甲伊迄落做刷对，所以也改迄边遐过。啊，遮目前呢，早期呢是即、這个咱即台湾省的模范农田，较早遮拢种稻啊，啊稻啊种起来拢特别水，啊所以省政府时代咧甲挂一个名叫做模范农田吼，啊真正有得着奖，伊的稻啊吼，米大粒搁兼水，啊即摆因为地顶下地层下陷煞无法度搁耕作，啊无法度耕作就自然吼荒废，啊荒废每年呢农委会。还佫有咧补助咱遮农民吼，啊，所以因遮拢还佫有咧收入，因遮农民佫收入，因为本来是即个溪床袂当种植，但是早期是无安尼限制，所以目前因还佫有咧领补助安尼吼，啊，迄个来每年来咧，会只有够侪种。啊，等下咧，咱遮是第一赏鸟亭，第一赏鸟亭，但是第二赏鸟亭今年会做伫迄边遐。会阁做一个第二赏鸟亭，已经来规划好啊，啊，可能开始咧动工啊，所以明年来咱就会当对迄边遐看，迄边遐较侪是燕鸭科，就是讲一挂鸭，伊迄落做西伯利亚飞过来鸭，就是后皮水鸭啦、尖尾鸭啦吼，啊，刺颈鸭、小水鸭，等等有几啊十种的鸭拢会来遮休困，所以咱这个溪床遮真正非常好的地理。哦，啊，大部分是安尼啊。等下咱来看赏雪区，哦，啊，遮小看一下，即摆吼是退上街的时阵，啊，一般若上街鸟啊，你若黑面琵鹭，伊是拢走来溪边遮洗身躯，若中昼的时阵，好啊，所以遮足多人来遮欣赏的。
这边嘿。来，真谢。对吧？哎，来，让玉米来。玉米，玉米，玉米来。来，玉玉玉米来，来。坐起来。来。来。好来好来好来，够够人够人够鱼啦哈！来后边够来，兄弟啊，兄弟啊，来后边够两个，来，放炮艇啊！这个就是雪甲湿地第二赏鸟亭的预定地，啊，赏鸟第二赏鸟亭的会起伫这个遮，啊，看遮，遮冬天呢有足侪水鸭会飞来伫遮休困，啊，包括尖尾鸭啦、赤颈鸭啦、吼、哦、皮嘴鸭、小水鸭等等，吼、哦，差不多有七八种的燕鸭科拢伫遮，啊，头前过这边呢，这边这个有这树拿遐呢，遐就是拢白灵丝的树。啊，阮起码做调查的时阵，有这个大白鹭、中白鹭、小白鹭，啊，甲夜鹭，啊，甲这个黄头鹭，有三四种拢伫遐做收，啊，每年拢才做差不多四五百收，所以啊，足闹热，迄个平时啊，拢会看到足侪平时，尤其是下晡时啊，下午的时候，你如果来的话，你会看到满天都是白鹭丝，啊。这里景观非常好啊，下面那个都是芦苇、芦苇，哦，伊就是拢早起你也看，拢一棵一棵就是人的蚕，啊蚕了
因为地层下陷没办法生耕种，所以变成自然的一个湿地。好，谢谢。多爱看
我特别咱本地今日七宝游客中心是无的，咱去特别甲恁带去七宝游客中心，遐个咱看到厝顶咱看一只大只虾米，其实你嘛讲我无了解，但伊只袂贵，伊只袂贵啦，啊你若有去打卡的，比如上海咱定，啊七宝游客中心哪都是，哪都是无人去，哪都一无的，我个人我个哪都是，伊个所在。虽然咱话附近离咱平民啊，阿会当的所在，也不去到遐，咱其他人咱随便所在去逛者。啊，一部下加兰，唔知下加兰含糊是倒只？啊，含糊，迄个所在你有听到？迄个所在都要去平过，都要去逛者。足足济，迄个足古早的物件，包括不能说当前，也就是一些嘛，所以遐个物件。就是你吃，阿到就是你吃嘛吼，主要是我伫边啊。哎，所以讲你老陈啊，老陈当大，还是在你老陈当大，会当比较大。啊，就是你吃，你若过老陈情况吼，去品味一下这个所在，对，吼。啊，迄、那个，我是即届主办单位的迄个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啊，今天我第四个哦，我和朋友我第四个今天一起。当天吃的很干，所以今天光很正，啊，都特别好玩咯。互动很足，互动很足在第一三个名，该说我们互动很足啦，好个啦。就我们互动很足，这是咱对你，哎，你我现在做啥？设计大学讲师。设计大学讲师，我带你慢慢介绍一下。而且菜鸟俱乐部主题嘛，都另外有四朵天台，好带啦，带完有四朵天台，都准备成交啊。对焦有焦啊，对焦这个所在拢做，因为你去焦啊，不能播的环境哦。啊来，各位，这晚会的部分，啊，伊话讲，伊就少年甲拢做起来，拢免说，拢免说拢做起来，因为伊名做歌唔过。引导。哦，伊拢做起来，就少年甲拢做起来，伊拢免说就做起来，啊，你看这外口都有这音音，对不对？哦。比如哪比如哪比如我们西林小姑正在上街穿的比街比市长来咱高林市长吼，咱这个委员会长，甲咱这个各顾问吼，各议员啊，咱总干事，咱在地来关心着咱客家实际吼，这个农村时代大家拢在位。即、这个客家设计注重客家农会吼，确定了后嘛，去实办的。啊，在咱宣讲时，咱鼓励使用的这个活动是啊，甲拍电视啊，打响了台湾的知名度。而、啊、且是咱的社区，因为迄当时我们在做社区的使用是包含南艺，吼、啊，啊是在93年南艺出做南艺，啊，下阮祖先在讲做土木水泥设计，不差的，我这个不容易吼。啊，因为这是关键属头港里，啊，即头港甲光华合并，所变光华里，啊，头港部落，啊，在迄种是变合并的时候，嘛有真处理吼，就是光华甲头港你合并，啊，是变哪合并一个处置区，你话像变啥物意？变光头里，啊，伊台台南办的讲唔安尼转来去台南办无啊，啊，其实这一个所在做好，实地搁落来遐一个乌鸦洞羊穴，就是咱台南办。发起的地方，我当时我想着，若讲我昆仑吼，啊，伊人唔好干，啊，伊个管理啦、水产啊，想要耍，啊，就要耍伊倒。啊，拄仔就当山先咧，甲叫人讲当年一块个所在，啊，所以断了咧，第一座落地开始发，百几单我地，无人管地，啊，无来将。你当时咱叫阮地在百亩个时阵，第三就是咱田园当中个经营证，啊，开始地市做落，开始发展啦。我还没坐啊，哦，我三年我休息，我准备带来汤子，要有这汤子来备份啊。哇，所以这个一定是咱建筑做建筑师，哇，咱有机会。啊，我今访问访问社区大乡吼，因为我是讲英文地带彩虹学院的进入，他叫我讲的这故事。咱只要准备什么人物，这条线，咱头先行这条线要南溪线，对起头就是南溪河开始。啊，文建会主委陈其禄。拢唔听，我来来到漳州万华庄，啊过去五十年、五三年、五尊年，啊过落去过去就是高青湾，即、這个古早人咧讲七千平地，
我最有兴趣吼，我拜伊开开客家文化里就是，即个是真正是讲社区用在咱在地观光资源的开发。哦，以前咧公园路人先把书法给写出来，伊个离华山梅进山路公司梅子转来对，伊蛮了解个地，但只这么敏感，哦，啊客家一直肌肉不振，相信大家要客家就这样老唐舞。环宇世界大家知，啊，村里面做佚佗，无人知。环宇进进入哦，就深度旅游，啊，农村体验，啊，渔业体验足重要。啊，所以安排朋友咧，才带三斤、带两斤，你嘛无民宿，啊，农村体验、渔业体验，反正在水下湿地来体验这湿地，足少有这种机会啊，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做回来为客家拍拼，咱的经验一点一点来吹出来，啊，转转的珍珠的钢铁，定一个。项链，哇！拜三万几二间档，就是咱台南帮这个木时代档好破病，伊咧经营，遐就是台南帮的祖师爷好啊，有一个故乡，啊，我开这个展览馆吼，啊，在咱微信都见大少的新闻出，有大聚会，大家开的，啊，拜四就是咱头壁经过迄个看左边有一个绿店吼，遐已经抗日烈士。台湾十大抗日烈士林公刚所收取的地方，哎呀，这东西做不了，别人注意，哎，东西规个育婴书院，啊，我到水泊所在，我到水迄个，今年对咱台湾贡献上大的康纳乡，伊注意，叫咱带东西做遐做注意，啊，所以咧，啊，伊遐做注意，我即个啦，开课开伫遐，啊，第一天我就拜托伊来。啊，来学员哦，建议讲提几片啊，这个口罩来送来，哦，因把门口罩较济哦，啊有兴趣吼，啊暗时啊七点到九点拜三拜四，啊有兴趣啊，大家出来啊听故事，啊大家共同成长，以共同相来拍拼吼，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熊猫哥啊，还有俱乐部队长。大家好，刚才很荣幸哦，就是跟大家同车，然后有些跟大家分享一些鸟类哦。等一下，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点那个，因为我们今天是那个环境的那个解说的教育营课哦，然后想跟大家分享这类东西，因为刚才大家有讲的心肝对人的重要性，对吧？就好比我们人体的器官的肾脏哦，这里重要啊。学脚有这片学脚湿地哈，就是大家的宝。那我们要怎样来珍惜这片学脚湿地？然后还有台湾各地的湿地，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怎样进行？那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生态界的前辈高一。大家好，有听到了哈。安即马直接是足爽足凉的，啊，拄则足忝吼，啊，但是安只你互到处看到鸟啊，哦，看到禽啊，啊，外口所以就是一句话，有一好，无两好，哦，啊，确定个呢，我要讲一寡鸟的人，因为安即马是寒啦，时间无着，无着时，啊，所以鸟啊足少，赶紧。我拿这个白花的鸟啊，鸟白花，啊，你也钓恁看。啊，讲到这个野鸟跟环境有啥物关系无？当然有啊。你若一个溪，一个湿地，你若乌落木一个，都太高，就无浮游生物。啊，无浮游生物，鸟啊、虫啊，伊就袂去遐遐，啊，就看无到。所以啊，一定把这个环境用我作水，哦，用我作水的时。有一寡即个细尾虫啊，啥物，啊即蟳仔啦、鸟仔就想要去食，啊会当往看到。啊，鸟仔吼，去赶人动作嘛，啊比如早时啊睏起来啦，刷泡洗面啊，啊食饭啊，啊下昼中昼时啊食中昼啊，暗时啊食暗暗顿，啊来晚上睡大觉。鸟仔，我甲即鸟仔动作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安静的静，静态；第二类叫运动的动。啊，静态呢是讲有短时间的咧睏，有鸟仔同款会忝的，伊嘛是咧睏中昼，伊咧睏，哦咧睏，歇睏。啊，即摆伊若要振动身哦，啊肚枵啊，伊爱食物件，伊爱去找灶骹，
啊就行行行，啊行先啊，食物件先就足侪姿势，像按人拄啊在做这这种无同款，飞伫空中，飞伫空中安尼吼，安尼顺来顺来顶，迄五颗有无？啊，即摆看到下口有物件先，伊就倒跌过，啊就甲救起来，啊有是用安尼勾的嘴，或者伊只嘴大概分三堆，种是病的，上病人死，一种呢是迄、那个安尼。弯弯是不只以前咧介绍迄种埃及圣贤同款，就是弯弯，啊弯弯就是剁金仔剁啥，迄金仔足水，但是着安怎好足水，安伊下下只，剁汤，啊种是倒跳的，迄、那个相反的弯，是倒跳反嘴壳，伊安尼嘴只安尼三物件，哦，鸟仔的食嘴甲食的姿势无同款，可比安人的职业。哦，事后共享。啊，即摆呢，因为我即摆成为静态新闻。咱多谢议员，即两天帅议员，好，我再来，主动来讲话。啊，非常欢喜吼，恁来到遮，啊，会当来到咱客家湿地，吼啊。想要爱惜地，我这个这物件，咱对身啊，咱就拢好个。啊，即我拄就是去讲来讲，咱咧惜地安怎形成个，就是拢无咧旅游啊，啊，所以就形成一挂这个红树芽个叶啊，搭落去，就生虫，啊，虫子来食，啊，鱼啊来食，只我就来食鱼啊，食虫，所以我变成个就足大惜地。啊，所以咱客家湿地遐这招潮蟹，七八种，啊，七八种拢讲嘞，如果有你家大约高个超过60万只以上，所以台湾全省要看招潮蟹是在咱客家湿地上上去，啊，你着看下，啊，每三分钟就会走出来，吼，啊，若涨潮就是讲水较低个时，你着看较入去，啊，你若是即个。所以讲，走在旁边，哦，这是咱上好了解。咱也教识一个名，就是这天命鱼露，啊，来就是这个，非常养殖，非常养殖的，咱应该做调查，有十几只在吃。啊，所以台湾省足侪人，就要去吃蕉啊，走来教咱学教识一个。啊，所以你若到过年一段时间，你若看，咱在看走头蟹边啊，拢停一班车，迄个是在养蕉啊。哦，啊，所以咱教室就来讲娱乐的所在。啊，本来咱录音嘛，听者，啊，即摆较少，因为树啊大杂，啊，所以拢是比较难得。哦，啊，欢迎大家来遮吼，啊，希望吼，啊，有时间有当做啊，就是来拍小朋友来遮看一下好。啊，感谢大家，谢谢。相信恁足侪人知影客家，知影台湾话。但是咱学起来是比较了，三个人捌捌去过，你看了袂一半三四个去过尔，第三个讲袂了，哦，迄个互恁查一个所在，啊，迄个所在是，迄个咱台南市的生生态保育协会吼，伊咧开始要大家拢来咧经营这片的所在，其实是咱老台湾的管理哦，恁会使第一站遐咱看到黑面皮肤。后面大概是十月回来到咱七股了，而咱只打到二三月，咱看到再两三月。加上我们记录，本地400里边，去年挂550只，哎，550只，550只。今当上我们记录是400里边，去年上我们记录是550只，今年会重新这样，嘉伟，今年嘉伟哦。不只有疫情影响，正月来到这是554只，550只黑面鱼。因为无可能是七股鱼做迄个太阳能哦，太阳能板啊，几啊支，一部几啊支啊只啦。所以讲，当时我哋交工作配合，伫目前呢只第一站去咧，就是讲三个人设定遐，就等于面对面看到黑面鱼，黑面鱼做一个人对面遐，啊只面遐，你也是面遐面。伊个路一部几只走到咱第二站去看走好些，包括咱过迄个所在呀，
有一部分，我去年捌伫遐看到八只，十几只，也是上尾头看到八只，我先看到二十七只，安尼。你拄只无有声音，只阿要要先一撮三个钟，面对面咱看到水啊，甚至咱看到一群足大群的白龙狮群，一差不多两只，一头尾啊拢到了，到不来约伊啊，但咱看到白龙狮群。啊，观光局目前即卖已经讲，去上迄个，你拄只话，体房的顶面，去咧做迄个自行车道。所以说，他已经做过到要做到平下港面啦，已经做过到做到平下港。那是打今年五月开始用的。啊，最近听你讲，咱市长有想要来建设站，市长想要建设卡车，因为市长常讲要建设卡车，所以做到平啦，有想要建设站。前两年放下第一个那个电脑呀，你要放一下那个我们，你如果放楼顶哪会嘛，放大楼顶哪会嘛？我觉得你已经报了简报了我觉得很快就让他们看一下而已okay, 你让他继续放就好了他只是简报而已得我必须放得了给你我还没签了没签了没签了哪里呢？等到两点钟吧。哎，龙波了。好，来个滚。这谁也是别招了，这边。这不一当前面的。来，来，来，过来。好。那你春夏秋冬的一头的，咱看足水的。啊，这边是迄个红树林，来。来。这风景，咱看了足水的迄个湿地的迄个景色哦，过来。对，红树林。好来，这是天边一路哦，过来。这个是面对面的山，那面对面的咱看到家，再来。再来。这个是拄只互动的时候介绍非常养鸡，专台湾的司机做汉地看，咱只有一个三只，要我过年要做只完事的迄个，再来。这是。这一类是养水的，来个。来，等我一下，来。来。来。客厅，我这边。给人客厅。师弟啊，那不给。嗯，那种的有一些粉块胶水一些的吼，来，那都说，我们看一下哈，那马拉里亚版对写生比赛，伫咱所办的部分的活动哦，这个是奥运大会。这螃蟹一看到迄个螃蟹，还招螃蟹哦，还抓迄个弹珠鱼，
社会中央是这老板自工培训哦，这板建筑那个兵不休哦，把小朋友都打这个都是啊，你不给你也说不了高兴，啊，我你不给做不差。这反面的环保健康，这个就完全拢是咱湿地，大部分咱湿地翕的一挂迄个活动照片。啊，这一号，或者也办，是咱平平时也办迄个学生比赛。啊，这把湿地，这我附中啊是个，也是叫比较。这是植物调查，植物调查。来，来，就要请一个高老师、高一言、高一言来给咱解说起来。我今仔要讲的吼，是家教，家教的是确实，实际有关的居教。阿公吼，若要伊。看的时间来分吼，有规摊去拢泡有诶鸟仔，河边电影师哦，春夏秋冬拢泡有。啊，一种时间多人较济，就拄只迄个伫遐有迄个做细只小朋友小电水电电水电小电风，还有空中，啊种咧食物件咧啊大起，迄种头多人较济。啊，若冬天诶。当天也拄食迄个小面，即摆即摆切啊了袂了，全豆的色，就是黑面皮露，就是讲我讲老鸡，啥老鸡呢？鸡食解释我不同款，我的解释是安，伊用这个嘴，伫水中安尼拉，安尼拉，安尼拉，啊拉伊啦，看到人就吹点伊就飞起来，所以叫做老鸡。啊，当作一个老鸡。各种邪说派系都不同款的，但是我是讲，因为讲安尼，啊，伊这个上有名这个鸟啊，伊的祖传吼，大多拢是伫这个南北海交界所在，啊，小部分是伫大陆、辽宁省遐，啊，伊来到咱台湾，是咱台湾最好个啦，后摆但是各个所在是，啊，你咧结婚礼，你看伫韩国来到遮，啊，若结婚礼爱偌济钱，啊，你看袂当出国。哦，
啊，伊会变好，啊，看不来。伊到二三四岁啊，伊到多一年左右，都结婚生囝，安尼。啊，这动物鸟吼较济啦，但是因为当地所在大结冰，啊，无当食，去取毒的落去，无当食，所以不得已才办这带来食。啊，因为像各地种方面咧，我嘛为靠名，迄优先放好了。怎么？怎么这只哦？这么大哦？伊个吼叫我做出名，俺人也是多人穿，迄个啥衬衫。啊，大汉袂，较长袖会穿，西米露有无？冬天的衫，啊，小姐嘛是有大人的衫，大人的衫。伊这吼，伊这有分，伊这是，我开始，迄个变登门，啊对，其他人同款，伊有大人甲囡仔，成鸟甲野成鸟，啊，来遮，这个，即摆伊也大人甲囡仔吼，大人甲囡仔安怎分呢？拢总有六种，嘴两种，嘴吼，你若较浅色的，还是囡仔，啊若较淡色的，啊而且佫有迄、那个像迄个糟，较早迄破斑，即摆囡仔拢听无啦，死斑，就是有纹纹，迄、那个叫成鸟。啊然后咧，目睭咧，两种，囡仔目睭足水，乌乌，啊若老人咧。阿妹，因为红产木的关系，所以他人讲我跟他娘呢，他姐也就较歹看，但伊那个色是阿来个成鸟的，不做下边阿妹，加迄个古个阿妹迄个色彩，哦，阿迄个阿妹，目睭阿妹，啊，迄个少年的乌的，他另外一个很好，下骹伊有点少年样吧。阿姐吼，哦，即马即只是囡仔，叫黑皮乌。啊，因为恁囡仔拢，恁囡仔拢好人，所以用特别用较特殊的鸟来看。啊，我讲黑皮乌是四只的，啊，另外种叫两只的尔，这两只无呢，黑面无，叫皮乌，这种叫皮乌。这比比来找足少的，要安怎分呢？伊那迄皮肤的面吼，规面只吹皮只乌乌，啊伊伊目睭哩目睭尔，哦，这个皮肤，诶，你若电脑去看，伊讲两面，啊，这足特殊的，这出现的机会足少啦。你一群内面，一群内面几百只，各有口，才一只两只安尼，哦，啊伊，即摆重点是伊这种鸟啊是啊伊。伊袂瘦啦，因为脚吼是迄种上阿公，袂瘦。啊，袂瘦的时，伊只有爱单水中安尼拉咧食物件。啊，所以有一个缺点啥啊？水若烧浅，袂使，一定是水若烧浅，伊这个嘴去拉着一个泡泡，拉着霜，安尼痛苦，食物伊还佫嘴佫着伤。所以话足困难，伊必须去看病师傅。电视关伊啦，是咱安尼嘛？伊即摆时啊变起来，我上个电视机，我上，上啊，看电视机，八度就掉，啊，下水有温度，所以很难办法，各有优劣点啦，哦，啊，
头壳的后壁面，咱着胸部有迄个金黄色的羽毛，而且你啊较较近来看到迄金色，迄是大人。啊，伊咧拄仔伫行去要移到伊边的时阵，伊咧行路，啊，做我一边，啊，做先安，哦，做先一边安，啊，我咧讲，伊爬起爱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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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张相就行咯，啊，你看别人。哦，你行进，谢谢谢谢，哦，因为其实吼，去鸟啊，阮去鸟人全世界上风险上大个啊，啥风险在？物件足贵，物件足重，啊，搁行足远，而且是上头啊，啊，才要行到别墅，因为有鸟啊，啊，搁不一定有嘞。你讲今仔我来甲伊比武啊，是帅哥，来啊，你摆 pose， 看要举啥手举？也倒卡是也只卡拢会使，啊，叫你稳定下来啊。所以我讲，我迄只我就是上风啊，带只镜头啊，无我已经无伊啊，已经带有镜头啊。哦，啊，来，即摆拍灯啊吼，拍灯啊，只是挂迄个，啊，看我个鸟啊，下是叫暗红啊，红夜路嘿，暗红啊伊。恁若伫伫咧田埂咧行路时，物件定啥啊？哇哇哇哇有啊！迄物件啊，时势咧进步，鸟嘛进步。本来暗光啊暗，是夜间才出来觅食。但是看上山无路啊，啊暗时啊出来，会较有气会打着，所以很紧张就出来。哦，即摆开始我看到迄个暗光啊，啊说会会改变上面造型，那个家庭都是。老爸咧，咧趁钱，即摆算，夫妻拢嘛咧食后同款，很多会改变，鸟会改变，人也会改变。我阿公啊，阿公啊，其实因为常常侪摕袂了，伊一招才提出趣味，因为要结婚的时吼，脚会变红色的。其实阿未结婚的时，阿才叫婚姻色。我说，只要做派人情啦，只要你个只鸟的名，阿佫知影迄个公的、母的。大人、囡仔，啊，搁再知影是夏天的羽毛繁殖羽，还是冬天的草，我做起来是足好个啦。而且，伊只要有人家己讲我啥物啊，哦，你特别去大学，啊，这只吼是北门做名，迄个啥，迄黑乌黑虎，伊个电影片是足特价，啊，足伫迄个暗时要困，伊一定爱找所在困啊。伫迄个北门迄个井仔卡，啊伊死讲咩呢？伊讲你无聊，你写作无聊，我讲你写无聊。啊，我要困，你来打找打找，伊暗时伊先做好收个鸟啊，但是伊拢会跳伫蚵仔叫，啊去找蚵仔叫，啊佫有分地盘呢，较大块、白较硬的吼，接迄个水较要紧的，较去找啊较悬的，啊较外大个种较适合。所以人有地盘，鸟嘛就。啊，这只就是脸色苍白、苍鹭，啊，伊晒日头的姿势无同款，伊晒日头都是咧挡住拜观音，伊咧写那个。啊，互你看咧吼，就是这款病啊咧，吼。啊，这只是鸭，这只是卡上尾的竹尖，尖尾啊，啊，这公的，尖尾啊。啊不会放弃，不是鸳鸯，尖尾鸭，冬后鸭，哎，秋冬菜的。啊，这只就拄只来讲个嘴，将叫相反的话，就是嘴倒翘，倒翘，倒翘。啊，这只，倒翘，吼，啊，这只鸟较灵啊，做趣味，因为伊和我做个足好个先吼，伊和我感情足好，伊讲我的生命线。甲这边理智线，我去看，我是鱼啊，无影。哦，你注意看，啊，你啊有鸟的生命线，甲理智线，我去看。我喜欢看新闻啊，哦，啊袂，啊这拄只是以前顶个，反正是黄部长讲的，啊我讲姓啊，姓哥啊，我改名我无了改，高桥，啊伊作伴，伊两只双跑。我在你新车前面很久，我不会变样样。我跑步喜欢变样子一样，哎，
我做过位，爱接种菜，接高香菜。人家在调量啊。对对对，啊在调量。啊，而且吼，做位台是母亲啊，叫我甲人同款，查甫的较平淡，查甫的叫我补三分钟，七撮三分钟，补呢补三十分钟，七撮三分钟。哦，啊，爷爷是我听得经过鸟语翻译讲，要求速度变，要不今日补啊，我搭变多。哦，啊，这是叫罗子，咧台中个东西哦，啊，台中铁村啊，吼，铁村啊，拢有咧啥，将物件一掠起来，好啦，好，好个。哦，这是叫阿哥，我等你晚上。哦，杜姐。啊，杜姐，我讲什么胜利线，什么线有无？啊，他那是手对不对？你看嘛，伊脚踏不是安尼，伊脚踏变过来。我看见伊胜利线甲李志线有无？哦，有无？伊脚踏变过来。你看伊对我偌好，伊是讲互你看脚尔，伊脚出去都倒变。啊，所以伊生命线甲理智线都伫遮嘛，对不对？哦，迄线路伫遐。诶，我咪讲叫线路，我因为这翕照吼，爱去巴萨诶，伊也当个想到狂啊，变啊笑诶，啊想爱刮我，一个痴痴情人。你本来想当单位哥，较早当黑牛当恶心吼，啊，就讲就爱狂狂。啊，要不要？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然后一天天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啊，天，你好进来。啊，这边来。也曾听到昨天的鼓声。啊，看清楚，我打工，原来是一只小白鹭。哦，那心肝差得济，不是黑牛，是小白鹭啊呢。啊，这是啊，公司的生命线，我呢。因为翕照还有翕照上重要啊，你啊学照啊，就是你翕照啊，我袂惊啊，叫安尼啦，我袂惊。我你看嘛，伊个脚哦，脚拢打变变个，后边讲什么生命线，什么感情线，哦，啊这做难得的啊，我唔到都是在照就是，拢袂惊啊。啊，这鸟啊，我这条讲飞，鸟啊总总比讲要食物件，不比要飞，要到江，啊要降落，啊这降落，好不好？这边我袂清楚，我一条降落吼，不小心二十三级了，全国的冠军，二十三级，啊个这个IC 卡跟两张，人家是第一个叫 IC 卡，啊够2000年，拢23级。中华鸟类啊，我不小心掉进安尼啊，哦，啊这是降落板，哦，这是刚才吊灯啊，这降落板上啊。诶，他说这样不行，苏婷，啊这有，恁那比如我十八岁，啊我十八岁，爱父母亲同意，一个限制级的，这是鸟的天性。这家叫环卷轮，相反的环卷八二节，啊这讲到这是。这相信我是要来描述较清楚。一挂水饺，伊若要结婚典礼的时阵吼，第一，伊个伊若到时有愿意要变做红阿婆的时阵吼，迄只母的，伊就徛到水饺，听听听。哦，阿婆在讲的那些，无共款，伊到边啊浸一下水。左边，后边上出面，伊凹骨，大伊凹骨，我伫遐吼足紧张，手要叫要刺哦，有无？要刺，啊！只讲个，只出面倒出面，只出面倒出面，头要120秒，伊只要无，我生气，恁做嘛无好去徛，然后徛着。哦，我就是要大只讲个人徛着，啊！互我叫太济，我手了要生气，遐几块面都袂当死。哦，阿伊人怀疑哦，啊，就迄水质迄个迄个较少，迄个话毋是安尼个，伊当个人买落去伊也毋怀疑哦，伊落来是你看一个脚吼，迄尾怎干呢？你看顶下下晡去这个啥，
是，迄、那个因家人方面就七个，阮都是做迄张相片，迄就是安尼。当下要家徛，伊不但不好徛，佫冲煞，安怎搞的？其实叫个种种方法来讲，拢形形色色。啊，就假设是阮黄部长讲讲，一个可怜啦、啊，是不是叫可怜的啦？过犹不及呀、啊！你想好家你嘛烦恼，你家己输钱做钱嘛是烦恼，对不对？啊，你今仔日做钱，啊就好错呀！哦，所以我句话按按咱讲叫物以稀为贵，对不对？但是后壁句话你唔知影。物以多为贱，你土伤济人看不起嘛？你土应该减出去土，但是看不土重要。啊，这金马冻结，所以大家讲足厉害。所以物件是啊，有时啊，你伤济个个人话，啊就是伤济，啊当然是看超拍落来。啊，这只啊，这位啊，这个位，一般吼，我跟你讲吼，一般啊，大拢是查人较水啊，查甫较无钱赚。啊，不过那迄个野鸟呢，拢是讲的较水，大部分啦。啊，讲完讲的也是啊，不过较无水。为什么要变呢？这可有一个，这老天有一个，伊鸟啊，你古鸟生起来上鲜艳吼，互鹰啊看的机会较侪嘛，目标较大啊，所以伊朴实，啊，就是为草啊设计，啊，比起来啊，出世囡仔嘛是啊，拢咱咧上草啊，啊，鹰啊看袂着，吼，你草啊拍物件，对不对？草啊。所以就是大部分拢是当的，较水安尼。哇，这是迄个皮嘴啊，这鸭啊，鸟啊橡皮吼，足歹用不打紧啊，非常歹用。下伊速度足紧，第二伊袂甲你讲下头狗不要飞了哦，无可能嘛。你嘛使安尼用安尼吼，得一个过去，啊你飞东飞西，飞顶悬飞边啊都唔知，所以你爱足真心足快。哎，我那天相信你们，那不是笑的，啊，手安尼看人生气安尼，啊，反应足紧，你啊比比较紧，啊，就按按个些我来夹较细滴的，手当拍个安，然后就，你灰心白，总共一句吼，是不是？总共啊，不然，你啊这个一只相足水的吼，你也感觉足欢喜。啊，即摆因为我两张相片摕出来，一张拿最近的，刷出去着。迄只鸟咧飞，佮呾呾我讲，呾包你好，哦，迄只鸟啊，我唔敢带伊去了，上过感觉，我对我感觉感觉足水，很难得相片。啊，佮一个故事是，拄只反侪很多咧照片有无？你看着吼，迄较出名代志，我伫板桥，啊，同款迄只母的，假设迄只母的是伊啊，啊，刚个先食来讲，啊，就顶下蛇尾波，蛇尾波跳过来，跳过去，啊，冲过来，冲过去。结果什么情况？现在叫病，加一病的病，叫另外一只查甫的，我偷爬去，嚯、哦！我代志严重啊，严重也来敲，严重。假设讲是未婚妻，还是我叫徛严，严重做什么动作？你要看嘛，怕被扩大一点。严重做什么动作？你想看嘛？嘿，两条橡皮，看你两条橡皮在哪？都不是。不。伊安尼动作厉害呐！伊即摆两只一只，即个歹人甲偷食，伊拄好咧，为中啊冲去，吼吼，真正是真咧，为中啊冲去，啊只当然都要散。啊后来，我结果我久我无笑啊，因为我想爱笑，我爱用心爱笑，看这动作，啊你伊个鸟啊，拢无会晓徛嘛，啊当然拢唔啊是要食茶，行喙干，是要过状态啦，伊拢会当伊边啊浸一个，再搁浸一个，搁浸一个，啊，搁上啊，你只病吼，只另外查甫的吼，其他，你看你说，我头拍病，好被错一个，红花朵，拢用啊插落去，哎，我有上啊，但是我无听说，哎，这是有好有歹，有辛苦有艰难，我唔叫我边来讲的，是阮对我来讲，我是睡觉，迄机台拢爱大机，啊，足贵，足大。啊，佫行足远，啊，佫买电风，系啊，买电风，所以，阮都习惯，但是咱只去钓，是阮拄只讲，反正讲看到生命线，啥物感情线，我感觉足欢喜，即上记忆足少的，我两款足欢喜。后来，即马，迄个，伊拄只我讲的，你有感觉有啥物在，你互相在分享？
啊，伊我讲了无足详细的。真好，真好。我想靠恁个。谢谢，谢谢。谢谢。环境哦，甚至讲你去鸟啊，也是好啊，去袂使用肉去甲饲，爱自然，啊袂使讲啊破啊人个门牌，破啊人个人个设备啊，破啊人啥个，你一定会记得起咯。大家好，我是黄淑婷，我是潘鸟俱乐部的社长。那我们的成员哈，我用国台语夹杂语，我发现那种小朋友，当下以前我也听是发过我语言嘞。我们现在哦，全台湾每天教育都要去教啊。啊，拄啊，我补充一下，拄啊，高前辈讲的，就是讲，伊讲的，诶，讲，咱像咱爱讲，你的全身包起来，其实是一个流调，就是讲，你爱讲所有的野生动物保持一个距离。哦，你本身去甲拍针，然后被观察它的时阵，这是一种对生命基本的尊重，就是讲。就是有病，哦，咱每张交叉，你看，啊，所以也在准备，像我那天教，我就准备一些什么上头，哎，迷彩伪造，啊，我把我先铺起，它贴近大地的颜色。那我个人比较重视就是生态保育的推广。我今天哦有几个画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咱的湿地吼，就侪水鸟啊，啊，但是咱起码就侪湿地啊，或者是。海滩都面临像这样子的困境。水工，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垃圾，可能从高山到平地到海洋，哦，那我们的湿地嘛是有同款的问题。啊，但是安尼吼，聚焦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說，说我们今天来认识学甲湿地。他来认识一些鸟，可是咱现在来讲河鱼，河鱼数量搁较侪，咱们伫地球上是共同的生活。啊，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细节吼，就小朋友也可以注意一下哦。我们大家有没有在喝这种黄客啤？有啊有。其实它接一下哈，它是一个小地方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开这瓶水的时候。伊既然只无一个白色的圈圈对无？啊，这白色的圈圈吼，其实除了讲咱用黄特瓶有去伤害地球，因为伊规千当规百当伊个尿去嘛，伊个污染嘛。但是这个圈圈吼，请你用完的时阵吼，你让这些小动作用加那个加灯。是安那呢？我分享一下咱台湾人。印度发生的状况，就是咱台湾伊的水鸟咧都食物相形状，伊个圈光在个去测标了。啊，尾仔迄只水鸟咧的下场是安那，就是死亡。哦，然后伊
印度有一只黑冠也是这样的，特别水，把100多个生态摄影家哈、哦，日夜都追着那一只大鸟，啊，因为它不没办法喝水，没办法吃食物，一直到体力不支，因为飞行力气又膝盖也飞行能力也亏，一直到它没有力气的时候，它就丢了。啊，所以咱得让这很多很多的小事情，不要穷公益到是到各地去，一定要把垃圾带回家，垃圾不落地。这小朋友对小朋友一定爱这搞，好、哦，来家要去搞这，来先花物件。因为最近迄房地吼有一收吼，会鸟啊有哪收着？人类的伤害，啥物伤害呢？咱等迄款，咱咧当鸟大夫，来一个吼。啊，你搞尾仔相信是第二件，不剩一个那个子弹，有人就后背弹。可是鸟不懂啊，伊本身迄会当做伊收，迄是个草材，伊来叼去。啊，雕塑胶绳呢？咱开的塑胶绳啊，雕棉线，搞不要西周皇帝一架一人草哈、哦，那个幼鸟长大的时候，伊个脚去勾点燕草，伊青鸟去折了修为棉线，啊不，整只脚不能动，然后最后鸟会带去把它的脚截肢，所以一架幼鸟的脚是怎么皮，我发抖，这东西受到人类的伤害，然后。我们刚才有分享哈、哦，我现在讲的题目有可能等一下就是你要回答的答案。哎，刚才我想跟那个更正一下哦，我们的那个黑面琵鹭数量来到学甲湿地新闻是556只，556哦。然后呢，之前的记录是428只，然后去年。就是今年度破了记录，550只。啊，咱全球有2000几只，比咧台湾。啊，安尼是不是差不多有1/4来搞咱学甲？咱学甲那有重要吗？有对吧？然后你看，这只黑面琵鹭的脚，你敢有感觉弯弯？啊，这只是受到什么人类的伤害呢？就是有人去钓鱼，然后他把那个渔网哈、哦、破了，不要用的。你不敢修哦，呵。然后他在另外一个湿地的时候，一张渔网，这边反他去搞一只，这边拖一只，这边的这只是阴湿的，这只去哦鸟会把那胶带去救伤，救伤完以后它的脚变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在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也有很多很多这些大家。回去都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些宣导。但有当时啊，随手的一个丢弃的东西，你认为无啥物，但是它有可能就让生命消失了，或者是受伤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呢，那现在地球有较好无？你看一样的地方哦，在英国。在2017年的，1979年的时候，我也说在东部也鸟类，可是来到2017年的时候，鸟类的数量锐减到这种地步，所以咱今麦爱做的就是一个湿地的营造。那今天有这个学甲湿地，我们就珍惜它。那你如果有看到像刚才的鸟类，哦，你看到的受伤啊，啊那。我们怎么帮助他？很简单，你可以打。你如果都不知道什么其他的救伤方法，你一时找不到鸟会能够帮忙，你就打市府的电话1999，伊就会有人帮你转。哦，你也要改工啊，我伫湿地看，你在上面教一下那，或者是你知道鸟会的时候，请你送到各地的鸟会去。然后这里呢，有一些东西有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哈、哦、做的任何的选择，就是我们今晚做的每一件代志，一定会决定我们的未来。那鸟类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名，很简单哦。等一下，希望小朋友能够说得出来。哦，我现在已经告诉你等一下的题目了，就是今日的鸟类是明日的人类。比下面呢，你今天如果看到，哎，这个地方哦，鸟类很多，然后野生动物很多，形成的，将来生活环境就够了。那以
会透露我们人类呢，他生活这个栖地里面的种种的讯息。你有看到有些大家诶，鸟啊逐渐的锐减，哇，太阳公鸟来咱雪甲湿地了，啊，咱咱是不是有啥物所在爱去营造一个栖息地？哦，然后富裕的食物源，然后友善这个整个生态环境这样子。那有一个观念哈，最后有一个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人很喜欢去买鸟放生，然后去买鱼，随便到水库去放生。这款代志不关系，但是大家现场也蛮多，就是阿姨辈的人物哦。如果说你们有在拜拜或什么，这款观念咱改改过来。咱把咱的人力，就是咱当地做生态志工。那如果我们有钱，你可以捐献向各地的熊，像咱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你捐钱给这些团体，不要放生，我们去护生，这样子。那这边有一点小礼物哦，就是有讲真答哦。我刚才有讲一句话呢，我数数看。对，刚才我有讲一句话很重要，今日的帮我接下去，举手哦。对，今日的鸟类，明日的人类，谢谢你。这里有一只呢，菱角枭送给你哦。顺便解释一下菱角枭，所有的老鹰，你看到各种不同的老鹰，全部都是保育类的，然后。这只菱角枭是最贴近我们人类生活地区的一种猫头鹰，天天在校园当看到，它是二级保育，送给你，谢谢。来来来，关心一下的学甲师弟哦，今年度黑面琵鹭的量很大，有只。对，五五六，然后看起来你得到什么哦？这只哦，顺便来解释一下，这只哦是一级保育的金鸡，因为现在它分布的区域哦，在嘉义到屏东而已，就是这样跨年，这叫草枭。哎，叶斌，你等下吃饭时间可以来跟这个阿姨接一下，它的脸哦，就像一苹果嘛，一个苹果，切对的。有一个苹果脸，啊，但是伊的形状起来，佫有一点点啊像猴子，所以它也叫猴面鸡。然后它是一级保育类的草枭。谢谢。那刚才我们呢，高议员前辈呢，有跟我们介绍一种鸟，嘴弯弯的哦。嘴弯弯的，翘翘，往上，然后让我们两条了，一个往下翘，埃及圣母。第一个是相反的环，圣选吗？哎，对，选埃及圣选。我刚才有在车上说，对不对？我们要把它移除的。哦，那谢谢那个美玲姐哦，长期为我们的生态在做，因为她得到的是菱角枭。他正确的发音是埃及圣选，然后呢？我们学甲师弟很简单的题目哦，我们学甲师弟拥有国际级一级保育的明星鸟是什么？答对了，黑面琵鹭，在这里有个黑面琵鹭，钥匙环送给他。然后我顺便再补充一下，黑面琵鹭它刚到台湾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家都是雪白的羽毛。可是到了明年度二三月，他准备一直吃鱼，一直吃鱼，想要回到他繁殖地去生宝宝的时候呢，他的头跟他的脖子会长出很漂亮金黄色的羽毛，很细致细，盖碎盖碎也细致。你一定要来观赏黑面琵鹭，然后你就很容易分出来说，哇，它是成鸟。那会有这样子的现象的是三岁以上的黑面琵鹭才会这样子。谢谢。那台语是我们的母语，对不对？那黑面琵鹭是一级保育类的鸟，你能够讲出它的台语吗？
哦，云达龟对不对？然后小朋友要认识它哦，这个很简单，因为刚好就从它的特征来了哦。也哦，云它的整个那个黑色的羽毛是还包含住它的眼睛哦。然后达龟它在哪里？谢谢你哦，感恩。然后我们再来问一题非常简单的，就是刚才我们有去看一样很可爱的生物呢，它有个一大一小，我们在学甲师弟看的是什么呢？它的特征呢有一大一小的招潮蟹对吧？好，那我们一样的哦，招潮蟹呢刚才呢解说员很辛苦对不对？它招潮蟹也有它的台语哦，那黑面琵鹭跟欧米达龟，招潮蟹也有，招潮蟹台语是什么呢？公水啦，公水啦，对了，上面是叫欧米达龟。来，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菱角鸮的那个徽章哦，那我们呢希望说现在呢。可以告诉我吗？如果说你要保，就是要帮忙这只桑鸟的话，你会说出一个救它的办法是什么？对，打1999，或者是联络各地的保育协会或者是鸟会，谢谢你哦。啊！你讲一个好消息，即摆屏东汕头，咱会当食屏东。哈哈哈！个笑干你啦！啊，即嘛算好消息，好干你啊！啊！你我看后面屏东汕头啊，系啊，哦，啊，我过来，迄个咱做下来凉凉啊，啊合照一下，啊合照一下，咱当遐屏东来吃，好不好？好，好来，进，迄个，请咱等一下，麻烦这边桌子撤一下。这边这个有啊，啊，甲你介绍，这个阮富哥啊，原来阮卖李叔啦，富哥也出一个，一个早前几个朋友伫台南特别走过来吼。啊，迄个等下合照了，食饭饱，啊，咱就当往上去，再坐一下，坐。来，靠我，来。你话站到过来，啊，无你哪会变成去袂着？我们四个动作，后面那个 OK 吗？那比较可爱。好，来，进来哦。来，你开始，剪刀。石头布，石头布，还有比赞赞，哎，学甲师弟赞。